そうそう。
边水变大，我也滑会变热吗？就是滑滑的是，嗯，而且我鞋子在滑，有差点有点歪，有胶底。就是有擦好，有啊，有擦好，我还怀疑刚刚没有擦好，一下就拔下来。我还是觉得我穿的歪歪的，算了。没有啦，真的会都歪。有时候颠倒啊，脚就还是会痛，我讨厌。很大呢。嗯，能见度。
不清楚啊。冻啦，你真的不会受冻伤？没有，现在很暖。你要再多拉一点点，而且不早、啊。而且我现在一直用那里呼气，你知道吗？很好笑。这样子拿棒棒是能做。够低，但是没下雪的，像横手山那种啊，就是喷雾往空中喷雾，你一喷上去马上就结冰了，然后就这样。
的时候，自己的两个拳头尽量都是这个位置，不要往后拉。嗯。然后先只做一个弯就好。这样子，这样下去的话，不是伸上半身弯，是下半身弯。酸的话就放松算了，就先不要练啊。不酸，一直都不觉得酸的话，就维持这么低。这么低？对，这么低。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。觉得姿势很丑哎、欸，不要丑啊，很丑啊。慢得要命，很丑啊。不然的话做另外一种看起来比较帅一点，是这样。两个这个就顶住腰哦，然后就这样哦。不准动哦。那你现在往后哎、欸、啊，你现在有人往后，我现在只是做给你看，先这样子，不准动哦。然后那个踩右脚的时候要弯这边，就这样。这样哪有帅啊，人家还是很丑。上半身头只能朝下，上半身只能朝下，就不能动了。然后左转的话再反反方向这样啊。晕了，奇怪，今天一直会晕呢、欸。就现在视线很不好，就是不是靠，就只能两个弯停下来，两个弯停下来这样。要练习的话，有点松，怎么了？鞋子有点松，觉得鞋扣不够紧，对啊。好险！对啊，因为姿势正确一点的时候，就会觉得我没办法往前压。但是我现在吃很饱，我不能弯哎、欸，有点想吐。那没关系，现在用轻松滑板，就先下去来。
太饱了，原来你吃太饱。对啊，我就想你不应该加大，不然会痛呢。嗯。像五公分、十公分的，是要吃一个午饭，只能滑一次。嗯，但是现在这个是每坐一次缆车，它就可以更新一次，变成粉，这也太厉害了，感觉量很多。回去看新闻就知道，他可能会说哪里又力往生，然后动弹不得。
昨天是那个电视剧看完，是其实是十点二十几分，我自己就以为是，我自己想的它是十点，我就以为已经十一点半了，快点哦，好累好累啊，快睡觉，然后就赶快准备准备要睡觉，结果哎是十点半，然后后来我就想算了算了，我前一天睡那么少。这段你有刚有看到我在这里弄这个吗？没有。你下载到这一段的时候没有刹车，就是不用左脚踩下去拿到的刹车吧，就是到头往这边弯就好，头往这边弯之后脚会微微的往右走，然后那时候就会有一种慢下来的感觉。
就是没有，我要怎么解释这样不会摔倒？就是要摔倒啦。好饱哦，怎么办？跟你平常刹车方法一样，只是平常刹车的时候会这样嘛。嗯。矫正成上半身都能往前，一样这样刹车。因为平常这样子刹的话，有可能会这样。嗯。就刹下去，稍微矫正回来一点，这样。有刹车法，我看一下啊。平常的刹车，平常的刹车会怎么样？好，矫正，这样就对。对。嗯，然后那个往下的时候，你要往左弯。平常的弯法是你要这样弯，然后尽量不是扭腰，是脚要有点这样子，然后要这样往下加速的时候，这样会停下来。嗯，或者这样子的时候。谁敢往这边倒啊？哦，要倒了。没有啊，所以一开始就要准备。一开始往下滑的那个姿势的时候，不能一开始往下滑就这样子往下滑。这样子的话你要这样突然的话没办法突然。因为不是说上半身的姿势都是固定的吗？一开始上半身就超人超前准备了。这样子就可以。是，很好。不行啊，我这样头好晕哦，不要了。其实就是还是同一件事，因为上半身都是这个样子，所以可以只靠下半身控制速度的。看不到东西，因为现在能见度变好了，嗯，更轻松一点好了。然后胃很饱，现在。Thank you.
见。
面三雪区了吗？不知道啊。然后就继续跑啊。摔死了嘞！在绿线上滚下滚下，人家真的厉害，会从这里好吗？笑人家脸坏。对啊，这个会冲的，你看。啊，我猜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里，我猜了，日本人会觉得这里太去秒杀。太初级了啊。对啊，因为一整天看下来就是厉害的但那你觉得不良缘呢？中间的话，就是因为被看，所以我们就想象，而且我们不能去看。
那里啊，会会先。Thank you.
点十分，我发现进来了。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对，我觉得看起来很开心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总是。
水，看能不能打嗝。我懒得，我刚刚又有打嗝啦，但是我不想要脱掉，算了，我没有要喝。那继续。对啊，我没有要脱。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是旅馆的头哎、欸，上面对啊，全部都打开了，它是让我们指引的明灯吗？有够雾的啊！对啊，那上午不开，现在才开。那我走了。都动不了。
就永远要结块冰。人很少哎、欸，就试试看吧，好吧。会不会很惨呐、啊？嗯，我还现在要辞职去的话，就是那个啊，下一次，下一次。现在不要去，下一次再去。然后刚刚那种深度多滑几次。对啊。算了，不要过去。好，我有新的课题，我就是去滑那个车。啊，不要啦，我想休息了，我休息，你就乖乖滑这个就好了。是啊。嗯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很不舒服嘛，会吗？还是你就要回去了？我就回去啦、啊。好。我就真的身体都不舒服，很难。好。反正就是开柜子把东西放回去啦。你身上有卡吗？好不好？我休息了啦，我还是不舒服，不想滑了。还是你觉得很浪费？不会啊，你休息比较好的话，那就。我讲，然后还是我可以洗澡吗？然后晚上你买东西回来吃好不好？我就不舒服。好，先那就滑下去。那你等一下要切那个呢？我要切哪个？下面要切过去，我带你切过去了。那你怎么办？我还可以滑回来。你不要去弄危险的好不好？不要让我，对啊，不要让我担心。
对，这个的上面其实也可以放这个的下面。那我就看不到在哪里。我只是在考虑要从这个的上面。你不觉得我可能会在这中间摔死吗？你看那里有个人呢、欸。啊，就不理他嘛。就不理他。好，对啊，那边橘色的招牌，我看到。橘色。橘色门上面橘色横联，没有，没有啊，继续。哪里有橘色？哦，那个，就那个门，对。那我直直冲就好了啦。你要小心直直冲。好，哦，就去休息喽。